诸位同学，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解答问题，他一共问了七个问题，上一次答复了五个问题，现在呢，我们看第六个问题，是吉林省陈刚老方丈。中年在道场讲楞严经，每一天呢要讲4小时，大众云集，听经于时就念佛，可个别标榜专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居然骂那不是正法道场，劝人不要去那个道场，说那不是正修。并且说净空法师讲的，现在就要送这一部《无量寿经》，再送别的经呢，都是搞杂修，不如法。就这一点，请老和尚慈悲开示。凡是依照佛所说的经教修行，通通都是正法。你比如说喜欢楞严经的专修楞严经。喜欢般若经的专修般若经，全是正法。他这个里头造谣生事都是净空法师的，我没有这个说法。陈刚老法师我跟他见过面。这是很难得的一位好法师，这个《无量寿经》三辈往生这一品里面，我们看到经文一共分4段，前面3段呢，就是上品，上辈、中辈、下辈，这个3辈，最后这一段。就是说修学大乘者，那这个范围就广了。把所有各个宗派都包括在其中。你专修。最后呢回向求生净土，通通得生。所以这个专修诸位一定不要产生误会，一定是专念无量寿经，那就错了。专念阿弥陀弥陀经的也是专修，专念观经的也是专修，就是不要夹杂。专念楞严经的不要夹杂其他经典，就专修。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决定得生，无量寿经上说的。所以这个是这种说法的人，这些人他是偏见。不单佛教里面呢修学大乘任何经论回向能够往生，修学其他宗教如果是专修的话，修到心地清净也能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这个经上说得很好，心净则佛土净。为什么叫你专呢？专容易得清净心，道理在此地。你要是搞太多搞杂了，你的清净心得不到，清净心得不到就很难往生。那么像这边几位同修，他们标榜专修还要骂这个陈刚法师这个不是正法道场，他们不会往生。为什么不会往生呢？他们心不清净。还有分别心。你看这个禅宗六祖在坛经里面讲，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何况陈刚法师这个楞严道场他没有过，
没有过，硬是贬斥他为过，这个人在造罪业啊，这个叫毁谤大臣，我们要特别留意啊，希望把这个话能够传给这些同修啊，这些同修自己造作罪业不知道，这是很可怜悯的啊一桩事情啊，这个专修一定要懂得这一句话的意思啊，要多多去读无量寿经，你就会清楚了嘛。啊，这个经典里面讲的这么明白啊，怎么可以这么固执呢？怎么这么愚痴呢？啊，这错了。最后一个问题，他说经由一些在家同修到处宣传啊，甚至劝说别人不让上寺院，不让供养出家众，说净空法师讲了如今修道不在寺院，寺院不是修行的地方，出家不如在家啊，在家人好修行云云啊。可是国家政策不允许在寺院之外从事宗教活动，出家人呢更不可以离开寺院活动，况且今天啊，这个是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出家人离开寺院呢也不好找到如法的地方，那么这些居士这种做法也会影响和妨碍道场，影响出家众的情绪，请老法师就这种现象慈悲开示啊。这些居士们的做法跟前面讲的一样，是犯了很大的错误。啊，这个寺院里面不如法的是有，并不是说中国全国的寺院没有一个如法的，哪有这种道理呢？啊，纵然寺院出家人做不如法的事情，居士没有资格说。啊，这个我在讲习当中讲的很多很多啊。为什么把别人家里不如法的事情通通装在自己心里头，把自己清净心变成一个污染的心？啊，造作无量无边的罪过，啊，还自己以为是对的，希望他好好的去读读《无量寿经》，读读啊，这个净土三经啊，或者是净土五经啊，念念呢《楞严经》，念念呢这个《六祖坛经》。你就晓得他自己犯的是什么过失了。古人常讲啊，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说话不能不小心谨慎啊，你对于这些事理因果没有搞清楚，不能随便说啊，说了自己一定要负因果责任啊。这个道场究竟是如法不如法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不能透彻了解，随随便便说，这个背的因果就大了啊，这个是很可怜很可怜啊，希望这些同修们能够有机会组个团到新加坡来，我们可以当面谈谈啊，我所在经上讲的这些话全被他们误解了啊，这个是不是开经记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意，这是去解了如来真实意啊，误解了如来真实意，
造一生的罪业，还把这个罪名推到如来身上去。啊，这佛菩萨都感觉到冤枉啊！啊，这错误的，啊，决定错误。你们看看云谷大师传记，啊，这是一个修行得道的高僧。大师在晚年，许许多多寺院出家人破戒。啊，大师看了没有一句话责备，啊，都是劝勉他们，啊，原谅他们。啊，那是原谅他们，那是得道的高僧呐。我们连原谅人家的资格都没有啊！啊，你要教训他的时候，你的境界比他高啊！啊，你才有资格、有能力教导他。你没有这个能力，连原谅两个字，你也没资格。啊，这个一定要懂。啊，所以云谷禅师爱护出家人。啊，帮助出家人，好言好语安慰劝导出家人，这是对的，这是正确的。啊，祖师大德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那么当然这些榜样啊，大家没有看到。啊，所以一定要广学多闻。啊，才不至于在处事待人接物上犯下错误。啊，那么在现代这个灾难频繁的世间，最重要是修自己。啊，自己成就了，才能帮助别人。自己不成就，要想帮助别人，没这个道理。啊，佛在经上常说，自己未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啊，自己要好好的修，修什么呢？就是把修妄想分别执着去掉，就修掉。啊，这所犯的过失，全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太重了。这个东西不能往生。啊，佛这个净宗讲待业往生是待旧业，不能待新业。啊，不是说我现在所造的这些业都能带得去，不可以的。啊，只待旧业，不待新业。啊，所以现前烦恼要能扶得住。啊，这个扶得住，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能够控制得住，自己烦恼习气可以控制得住，啊，这叫福，有这种能力，这才能往生。烦恼习气自己控制不住，啊，看到了听到了他就发作，这种人佛念得再好也不能往生。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这位同修他这个问得很长啊，他说我来自中国啊，这一次已是第五次啊来你老座下修学了，自从第一次听了老法师的开示啊，可能是气缘啊与机，听起来又如醍醐灌顶，回国之后啊，把小庙的平常修学改为啊专修净土法门，不学出家了已16年之多了，很少有机会听经闻法，所以每年
我都会争取时间来听老法师开示，因为我才念过3年的小学，在文字上我不懂得怎样表达。以下有两个问题啊，有两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啊，求老法师开示。第一个呢，是每一次来信都见国内许多居士啊，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求法，有时候见他们遇到不高兴的事情很多啊，我心里非常难过，因为国内的居士来一趟新加坡很不容易，要花费很多时间与金钱，所以我也想在国内办一个大型的念佛堂来供养大众。心里想呢，如果我们国内有个念佛跟修学的地方是多么好，现在如果把念佛办起来的话，老法师是否肯协助我们，比如说法宝流通方面、教导佛学方面有很多问题，我用文字表达不出来啊，这个请老法师慈悲开始见谅或者批评。你的宏愿非常值得鼓励，但是这个实际上的环境啊，你没有了解的透彻啊。我在海外差不多是将近一个甲子了啊，接近一个价值啊，常常希望着回国啊。往年赵普老在世的时候，每一次我们见面啊，他也提醒我，希望法师回国，落叶归根。我跟他老人家说，我说这一直是我自己的愿望啊，我也很想把自己这些年修学的心得贡献给祖国的佛教啊，给祖国的同学们啊。可是回国也不是那么一桩容易事情啊，必须国家要能够接纳我啊，我们佛教界里面也能够接纳我啊，我很快就回去了啊。可是事实现实呢，这个国家对我的态度不明显啊。佛教界里面那有一些人欢迎我回去，有一些人排斥我回去啊，不让我回去啊。那像这一次啊，我到澳洲这边办一点事情，然后回到啊这个深圳讲了一部《了凡四训》啊，在香港住一个星期，我听到的谣言就很多啊，排斥反对的力量太大了啊，所以我看衡量实际环境呢，恐怕我已经不可以再有回国的这个机缘了啊。这个是逼着不得已，没有法子啊。啊，过去一直希望啊落叶归根呢，
这个根不在中国了。我们学佛的人，佛教导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哪个地方的缘殊胜，我们就到哪里去。我一生都随缘。一直到现在都在漂泊漂泊，大家晓得我们有道场。一生都是寄居别人的道场。非常难得，去年年底澳洲给我永久居留。这个是难得的礼遇。我在外国这么多年来，澳洲给我这个是最好的待遇。所以我才到澳洲，为这些年轻法师们建一个道场。我自己要不要呢？我自己还是不要。我还是愿意在全世界各个地区去流浪啊，过惯了流浪生活了。所以跟到我过去在这个台湾图书馆跟我的这些年轻法师，我只要把他们安置好，我后就无后顾之忧了。我要不把他们安置好，我对不起他们。跟我这么多年，也跟我在外头流浪，他们心不安呐。他们跟我不一样啊，我这个路是走出来了，他们还没走出来呀。就需要一个安定的修行养道的处所。我只是帮助他。那么我自己呢，还是哪里有缘哪里去。东南亚的缘分很殊胜，马来西亚那边也希望我去。这个槟城极乐寺，这个日恒法寺，是那边的方丈。希望办一个楞严专修班，因为极乐寺过去云音法师做个主持，白胜法师做个主持，他们都是专修楞严、专弘楞严，可是都是回向求生净土。这个云音法师标榜的是教宗楞严呢，行在弥陀，正法了，跟陈刚法师没有两样啊，正法。想请我去讲楞严经，我也很乐意，为什么呢？现在讲楞严经的人不多了。我自己是学楞严经出身的。过去楞严经我大概讲过六七遍。这个经是我看家的本事。所以能有这么个机缘，我当然愿意传授。那么他告诉我，现在他那边已经有二三十个学生，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年轻法师。我听得很欢喜啊。我跟他约了，看看今年下半年
我有没有时间啊？我把澳洲跟此地安置好，我会帮助他啊。这些大经大论呢，稀有难闻呢。那上个月我得到香港圣义法师啊给我寄来一套楞严经的 CD 啊，不是微 CD， 是 CD。 我得到之后啊，我就非常欢喜啊，圣义给我是老朋友啊，现在身体不好啊，我立刻就教这一边的同学们把它复制1000套流通。结果他们同学听了之后啊，老法师讲的话听不懂啊，这就难了啊。他讲的可能是潮州话啊，还不是广东话啊，像广州香港讲话了我大概还能够听啊，至少能够听到80%啊。因此呢，我们就做了50套啊，希望能够听得懂的人发心把它写成文字啊，将来在微 CD 里面我们把文字打上去，那就没问题了啊，就可以广泛的流通了啊。这是在香港啊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法师啊。所以你问我啊，我很想回中国去，语言不成熟。中国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到这边来，我知道相当困难啊，签证很不容易拿到啊，为什么不在中国办呢？啊，你们如果在国内把这个语言促成了，无量功德。啊，语言促成了，我可以不在中国住。啊，我也不回中国，反对的法师，请他们放心。啊，我还是以华侨的身份啊，你们办佛学院我去教，我教完了马上就走路啊，这总可以放心了吧。啊，这个事情我能够做得到啊，希望你们帮助。这位同学问的是，老法师，你常常劝我们放下5欲6尘，明文利养，是我很明白，也很努力去学啊，学着做，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娑婆世界的诱惑。既然以发心要求生西方，那就要厌离娑婆。但是老法师，我是一个很直率的人，心里想什么呢都会表露在外面，我对吃喝玩乐已没有什么兴趣，也很淡泊名利，但我毕竟呢还在社会上工作，接触的人大多数啊喜欢名利啊，把吃当作一种享受，而对我的吃长素啊和知足常乐当作是不会享受，不够积极，还说我太早修行了。其实我并不在意，也不被动摇，只是为难于不知如何去劝服他们，因为我只是个学子，还在学习中，我目前呢只能把所学到的知识用来改造自己，
和劝一些有缘人学佛。师父，你说为人演说，我应当怎样表演给人看，应当怎样引导人修行，在这个五浊恶世修行，真觉得有些像逆水行舟，觉得有一些孤立难行，为了怕被污染，我尽量避开吵闹人群，尽量争取时间熏习佛法，合作义工，平常也很少说话，除了要开导人和工作上的需要，这是例外。如果有人说我怪，我会不会破坏修行人的形象？还有，我对六尘的法不了解，不太了解，可否为我解释？谢谢老法师开示。我是个音效生，华文写的不好，请多原谅。你这一番话的意思都很好，这个看法都非常正确，一直坚持下去，我相信呢，你会有成就。在现代这个社会也真正修行，像你这些遭遇是决定不能避免的我学佛是26岁，我的长官、朋友、同事、同学，甚至于老师都骂我你怎么去迷信呢？迷到这个程度肉也不吃了这么消极都骂我我听了之后呢，我只是苦笑地回答他为什么呢？我没有能力说服他们。用时间来答复30年之后40年之后再遇到这些老朋友都说法师你的路走对了现在才晓得小的迟了，来不及了你看看，年岁老了，他们退休了退休之后我就发现，2年不见面呢，就像20年没见面，他那个衰老的样子，一下就衰老了。在我们在佛法里懂得这个道理，工作的时候他忘记他在老，他忘记在衰老，所以他整个精神集中在工作上一到退休之后他没有工作了天天想说我老了，天天想老，好快就老了老了怎么样？老了一定生病嘛，就天天想病，天天到医院，天天找医生于是一身的病痛都来了那一看到我没有老我也没有病他们看到非常羡慕我，用时间来答复他用行动来答复他你说你的积极，你那个积极是吃喝玩乐的积极我也很积极我天天在研究经教，在念佛，我比你不在你之下了，我也在积极。咱们积极的内容不一样那个后果当然就不相同了。
我这个积极智慧增长啊，你那个积极啊是烦恼增长啊，无明增长啊。那我们两个正好对比啊。啊，在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对比不强烈，时间越长啊，对比就越强烈了，非常鲜明。啊，所以这些人见到我没有一个不佩服了，啊，没有一个不羡慕了，这就是表演给众生看的，啊，所以需要时间啊，你现在还年轻，好好的努力做啊，不要被污染啊。他们这些人要问的话，你说过30年之后我们比一比就晓得了，哎，你就明白了到底是我做对了还是你做对了。啊，我们的形象是正确的，啊，绝对呀，没有破坏修行的形象，啊，一定要做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啊，六尘里面是说我们六根其用的对象，啊，我们眼所见的都叫做色，啊，所以它这个字的意思非常广泛，啊，只要眼睛睁开，你所见到的都用这一个字代表。那耳根起作用的对象都叫身，啊，所以六根呢对六尘，啊，就是对这个六种境界，啊，那个意根呢对法尘，啊，意是什么？意是念头啊，念头所念的对象都叫法尘。那法尘与前面的五尘眼耳鼻舌身所对的有没有关联呢？有，五尘落泄影子就叫做法尘，啊，所以法尘的境界太广太广了，啊，我们眼睛看到的，啊，看到之后啊，你心里还落的印象，你还在那里想，那个尘叫法尘，啊，耳朵听到的，啊，比如你去看电影，啊，离开电影场了，那个电影里面一些画面的时候，还在你心里的活动。啊，你听音乐，你已经离开这个音乐厅了，啊，回到家里走到路上，哎，你还想到那个韵律，那些都叫法尘。啊，除了我们眼耳鼻舌身，啊，所对的这五种对象之外，心里头能够所判缘的，通通叫法尘。啊，像梦中的境界、定中的境界，啊，全是法尘呐。啊，为什么叫尘？尘是污染，譬如这张桌子，啊，3天不擦，它就有灰尘，就脏了。啊，佛说这些东西就跟这个灰尘一样，染污了心性。所以称之为尘。啊，到什么时候我们六根对外面六种境界清清楚楚又不被污染，这就成功了。我们修行就修这个东西。啊，无量无边的法门方法不一样。门径不一样，
目标目的完全相同。修清净心呢，不被污染啊，你能够不被污染，这定成就啊，清清楚楚，了了分明，会成就啊，定慧等学。如果一被污染了，定慧都没有了啊，那就是烦恼习气了。啊，所以大经里头佛常说，烦恼即菩提啊。烦恼跟菩提是一，不是二啊。心地清净，烦恼就转变成菩提；心地被污染，菩提就变成烦恼。啊，烦恼跟菩提是一，不是二。生死跟涅槃也是一，不是二。啊，觉悟了。生死就变成涅槃，迷惑了涅槃就变成生死啊！所以事法佛法了，众生跟佛了，无非是迷悟一念之差而已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这个地方。有一位同修啊，好像呢，他是在哪里看到一副对联，大概是啊，活着从之圆佛国，是不是这样的？下联是欲离真见出莲花啊，这副对联写的不错啊，活着跟欲离。都是形容六道啊，都是讲我们现前苦难的世界啊。可是诸佛如来莲花国度，莲花国度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在哪里呢？就在此地。啊，原本就没有离开呀！啊，这个说法，初学的人很难懂。啊，境界不一样啊！啊，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是火车，看到是淤泥呢？我们的心不清净。就像今天早晨我们在华严经上念到的呀，啊，愚痴、乱着，达到极处啊！华严经上这三个字就是讲的贪嗔痴慢，自私自利达到了极处啊。变现现前这个社会状况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觉悟了，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通通都断掉了，现在这个国土就是清凉世界，就是极乐佛国。啊，这我们常说的，祖师大德都常说，生与佛的差别一念之间啊，如何把活着淤泥变为佛世界佛国度，就在一念之间啊，这一念要回头啊，一念要觉悟啊，然后你才知道啊，无佛无众生呐，啊，无娑婆亦无极乐，它是平等的，
平等真法界，你才见到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你才能见到。或者是华严经上讲的三界或者，这个或者原来是佛果，与你是讲六道轮回，真见出莲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